原标题认字虾，不光是季节，说到虾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夏天夏季，可细想就觉得不通，从哪里看出来它是夏天的意思呢？原来夏字早先的意思并不是夏季，在楷书夏字之前是小篆，长这个样子有点像一个人的形象，脸挺大，叉着腰，还翘着二郎腿。小篆是秦统一中国后书通文的成果，再往前寻找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青铜器上的文字。金文的夏，人的形象更为清晰，可见夏字的古意一定是与人有关的。说文解字的解释是，夏，中国之人也，从虽从叶从，两手虽两足也。这个解释主要是依据金文和小篆的夏做出的。当然这里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可不是一回事，它主要指的是今天的中原地区。自然的，古籍中将中国称为华夏也就好理解了。可是它为什么又指夏天呢？这就得看另一种金文了，这是战国青铜器批驳否上的夏字，也是一个人的形象，但其右手托着一个太阳。再看西周的伯夏父鼎更加明显，为什么要加个太阳？或许这位中国之人是个农夫的形象，中原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，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夏天对农业很重要，小满芒种，夏天的节气都与庄稼的长势相关，或许夏字因此而慢慢的被赋予了夏季的含义吧。返回搜古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